近年来，白沙屯妈祖的銮轿开始被信徒称为粉红超跑。这顶轿子最重要的识别就是轿顶上的吉祥兽金狮与温暖人心的粉红色雨布，盖上粉红雨布，让妈祖在进香途中遇上下雨也无需担心轿子内会被雨水淋湿。熟悉的白沙屯銮轿已准备就绪。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路线不固定，全凭妈祖旨意。在进香期间，轿杆对于白沙屯妈祖来说，就是妈祖借由轿杆传递旨意的重要工具。进香在即，参与抬轿的成员仔细地将所有的銮轿配件一一就定位，里外再三检查是否牢靠，并依序固定在銮轿上，生怕一个地方没绑牢，不注意会影响到白沙屯妈祖在进香时的安全。在大家团结一心、分工合作下，每个环节都小心谨慎，只为了让妈祖銮轿可以再一次平安顺利地完成使命。在拱天宫洪主任委员的引导下，由执年炉主以墨草水帮白沙屯妈祖进香銮轿进行净轿，仔细地为銮轿擦拭，让妈祖在辛苦的进香路上有一个舒适的乘坐环境。近年来，白沙屯妈祖的銮轿开始被信徒称为粉红超跑。这顶轿子最重要的识别就是轿顶上的吉祥兽金狮与温暖人心的粉红色雨布，盖上粉红雨布，让妈祖在进香途中遇上下雨也无需担心轿子内会被雨水淋湿。熟悉的白沙屯銮轿已准备就绪。登轿仪式随即正式开始，由执年炉主、副炉主及拱天宫主委率领各执事委员向妈祖禀报，丁酉年进香一切就绪，恭请白沙屯妈祖进坐銮轿，仪式简单而隆重。其实先不要比如点钱转贴技术已经让所有先进来的店让主持人时辰一到，白沙屯妈祖在一声声静啊静啊静啊的欢呼声中被引请进入銮轿内安坐。时辰一到，随即起驾出发。妈祖銮轿在烟雾弥漫、数万信众的夹道欢送下，完成三进三退离轿后启程出发，正式开启了丁酉年十二天十一夜无可预知的心灵挑战之旅。刚开始是压力是很大啊，后来就慢慢的习惯，就完全放松，只要听成了妈祖婆的指示，看要怎么讲，我来反正只要把认为这条路你没有把握的话，把它定住，妈祖婆她
那种执意要往前走，他会帮，他会点点叫，会帮你推，会帮你往前推，一往前一推，你就哦，妈祖婆他往前走啊，他没有要往前走啊，你就把他定住，让妈祖婆为了行教，他要看到那在择路，看到哪一个要往哪一个方向，你只要第一个把他定住就好了。无是，较早无是的人在换，较早当地换，当地在咧换呢。啊，咱看你，伊若更加久的咧，都落去个换一个，更加久的落去个换一个呢。啊，即摆是毋是啊？即摆是一个一组一点钟久，更一点钟久，一组更一点钟久安尼。即摆你更大叫，甲阮较早的更拢无共关系啊。啊，都买许刀许暗。你行的桥头拢无共款去啊！买马祖若买入去来，买入去这个这间吼，是十栋八栋吼，十栋八栋，搭有好入去啊无，啊那好你栋啊栋袂掉到到入去。等于说有大教主的时候，因为后辈的人有没有都上来了？上来之后的话，有没有老一辈子的教士都不见了？嘿，啊，你如果说上大的差别来讲呢，就是讲，那较早老的教士，伊无材料看出讲，你要行东往西，你一定要甲挡甲，你这顶桥无材料挡，伊才有行。因为较早第一路无偌济条，你若一条路行了唔对的，你要多绕一大圈。这样子，或许讲按你来讲呀，较早老辈的人会比较会指责，所以讲拢一定要动，动啊动无法力啊，照行。光桥来讲，每一家有每一家的任务，每一家每一家的任务。第一家，在我耕桥的过程安尼来讲呢，我是有分，我有甲分，可能这是我假还是安怎，咱唔知吼。头一，第一家就是定，吼，定位置的定，吼。第二家是长，第三是摆，第四是移。我有都把它分出来啊！我是耕第二家，哦，我是耕第二家。伊其实吼，一定教子吼要耕，当然要耕的水也是安怎，拢是靠大家配合。较早是拢无的，就敢那像石磨啊，拢无的。早期的耕桥看袂出来，你行东往西，你要怎样走都不能看不出来。现在的话是现在的教室，哎，啊，较早人要为着讲要学桥硬，就是肩胛有无？爱去磕树啊，树啊磕嘞，了后直个硬，你才会堪要让咱装诶，即做产人，啊是安怎？才有材料硬，无你无法度，你落去拢爱破皮，啊无就火拢爱流落来，嘿，哎，这我经过。我拢捌，嘛捌安尼，规个有无？肩胛安尼流血啊，啊，滴流落来，迄规领衫啊，这个搭拢是全血。哎呀，因为早期咱较唔知，较早期讲，哦，因做田的有无？即因为规顶桥是用船的，它是用转的，用薄的。啊，现在的话是新的教室啊。在过程中是前几年都有，甚至到第十年的时候也是会破皮，会流血，也是要牙根要那个要尽量说去克服这样子，因为这过程中也是蛮苦的，但是为了妈祖，大家都是说实在很有心，都忍着牙根这样子，哎，忍耐这样子。